讲到这正信，后学就想到以前后学在十几岁的时候，刚读《金刚经》，那时候每天读，每天读，每天读，每天晚上也不睡觉，点一支蜡烛，还不是点灯啊，点蜡烛。那家里穷，连台灯都没有，点一支蜡烛，在那边看《金刚经》，然后蟑螂爬来爬去，我们家蟑螂哇很多啊，就爬到手上来了，然后看《金刚经》，根本看不懂，就一直看，就是喜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看着心里就啊好。所有烦恼都没有了。欸，就有一天晚上就做梦，梦见什么呢？那时候还没有求道啊，那时候才读高中的时候，梦见后学啊，就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座下啊，也是他的弟子，然后一个法会，哇，好多好多弟子，所以这个所谓1250人聚啊，哼，好多好多弟子，有那种大型的法会。那我也在那边坐下，然后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就说了一段佛法，当然后学是不记得是哪一段佛法。说一段佛法以后，后学就起来啊，起来就提出质疑说，佛陀啊，你刚刚说这段法好像是不对的，不是正确的，是不是故意来考验我们？那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座下这些长老，像什么须菩提啦，这些大长老就起来了，就起来跟我辩证嘛。然后我就一直坚持，一直坚持己见啊。最后呢，这就在梦中啊，连佛都生气了，说你怎么这么坚持邪见呢？怎么可以坚持自己的邪见呢？那个。所有弟子都在劝我，哎，佛法是佛说的，佛说你都不信，你要信谁的？我还是坚持，坚持以后就被判决3000被杖，逐出门墙。哇，很可怕哎！我一直醒过来，我还记得这8个字啊。啊，我想被杖30就打死人了吧？背后打3000杖，那不打死打成泥巴了吧？那这一定已经会有神通了，所以打不烂了啊！被杖3000，然后逐出门墙，那后学就离开僧团嘛。就流浪啊，流浪到一个哇，一个那个高山悬崖上面啊，悬崖很可怕，寸草不生的悬崖啊，我就坐在那个悬崖高处往下望啊，悬崖断崖那样子，碧落千丈啊，下面是黑色的水，不是白的，也不是青的，也不是蓝的，黑色的水，这是什么？叫白山黑水啊，穷山恶水啊，一个很恶劣的地方啊，黑色的水在那边啊，寸草不生。也不知道在那边被流放了多久。欸，突然间呢，有一次看到远远有一条金蛇啊，那样慢慢的游过来，越游越近，越游越近。啊，那个迤逦而来啊，金色的蛇。啊，就一直到眼前的时候了，因为我在山上嘛，看那个金蛇一直窜上来，窜上来。不是蛇，是释迦牟尼佛带领的所有的弟子，身上披着金色的袈裟，所以都是金色的，啊，都是正式的礼服啊，要一直上来，一直上来。啊，上来以后呢，就在后学被放逐的地方集结，然后宣布说郭某人是正信者，被杖3000不改其信，被杖3000没有改变他的信仰，是正信者，要我再重新进入他的门墙，被我婉拒了，因为我已经加入一贯道了。加入弥勒的门墙了，我那时候还没有了。后来想想，我为什么会婉拒呢？醒过来想，我为什么会婉拒呢？后来没想到，几年以后变成一贯道的道亲。那讲到这个正信，后学就想到这个梦啊，这是后学跟佛法有关的第一个梦啊。你看，40年了，到现在都还记得，40年了，整整40年了啊，40几年了，到现在还记得这个梦。以前那时候多年轻啊，哈，10几岁而已啊，做这么深刻的梦，这么可怕的梦。现在咱们一般到以后，你什么时候开始？我其实那一点我就起心了，很奇怪啊，我那一点我就起心了。我那一点为什么我会起心？我再讲一遍，可能有人没听过。因为我求道，我是心怀不轨的，也不能说不轨了，我怀着满怀正气啊。其实我来就是要来打击一贯道的。我觉得这一贯道这个邪教怎么传的那么猖獗啊？我就来求道，然后我听说。正言法师就讲了，说一贯道有烧一种通心符啊，烧符咒的符啊咒啊，那个符一烧啊，你的心就被他抓住了啊。
真不晓得怎么他一代高僧会讲这个话，没根据的话。但是我有恃无恐，为什么？我念佛很扎实，我念佛很扎实，我念佛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念是生生到肉的，那不像一般人念佛都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我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平常念佛是这样子，咬牙切齿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有时候走在路上会突然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是平常念突然间这样子，哇，这啼笑啊，大家都害怕的。有一次我坐公车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坐公车我手这样拉着，然后突然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所以我知道啊，我念佛一正压百邪啊，什么邪咒啦，什么我很有信心，我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，我又进来，然后我还记得我求道的时候，因为不止我一个人求道啊，人家在念愿文有没有？得道以后诚心抱手持经行，我都是得道以后阿弥陀佛，也有鬼混，嘴巴有洞啊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。但是我求道以后呢？后来就求完道，人家说恭喜恭喜，我有一种很失落感，很强烈的失落感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我失落了很重要的东西，好像我们说身上带了一个钻石掉了那种。我也不晓得失落了什么。后来就坐下来听三宝嘛，听了十分钟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阿弥陀佛不见了。就阿弥陀佛什么时候被赶出脑海，我不晓得。这是我很强烈的体会。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，那一指点不是开玩笑的，那叫无念为宗啊。因为我学禅就是要修无念，修不成我才去念佛的。你明明有念，为什么说无念呢？最后我这不只是邪念没有，我只剩下正念，只剩下念佛啊。因为我知道事干紧要啊，我要紧紧把这个佛抓住，才不会中邪啊。哎，就没想到这个佛也不见，这个念佛，这个拼命念佛，这个念佛不见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相信，这个叫做般若将入毕竟空啊，绝诸戏论啊，所有的戏论啊，全部被赶出脑海，连念佛都变成戏论，啊，这是我当时就起信。那至于后来我就相信名师一指超生了死，这个很奇怪，我就是信，我没看到我就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我又看到了，亲眼看到，甚至亲手去接触，我就信，我就相信名师一指超生了死啊，这是我第二个信。第二个信，再来相信的就是玄观。我发现守玄可以让我，这是我求道已经比较特殊的，就是我求道三年以后，因为一个特别的因缘，我被逐出师门了，被赶出我的道场啊！我就不讲那些是非因缘了。那我就一个人嘛，我就守玄，反正没有道场，我就守这里，道场在这里啊，我就守玄。哎，我就发现心灵在守玄的状态的时候呢。不会受身体的影响，也不会受身外环境的影响。啊。它超脱物外了，超脱所有一切有形有相，包括身体还有身外之物。这是我的第三个体验。后来就很多体验呢，就是诸凡不及被宰。格物致知章没有遗失，就是子曰：“听众无由人也。”把这段移回原来地方，这不是我发明的，这本来旧本就放在那里，旧本没错。
所以他的全文呢、啊、是怎么样呢？从子曰听众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无情者不得尽其辞，大为明志，此谓资本啊，此谓资本，这是智慧的根本。我们都格物致知，就要把你，这是扒漏你的良知，良知就是本有的智慧。那么此谓资本，就是这一段就是告诉你，这样子呢，你就已经有了智慧的根本，然后树根已经找到，智慧根本已经找到了。但是要进一步的让这个智慧充分发露，不是光找到这个根本而已，还要让这个根本能够发扬光大啊。那么发扬光大之道呢，就是在这一段啊。诗曰：“瞻彼其欲，露足依依。犹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色兮宪兮，赫兮喧兮。犹匪君子，终不可喧兮。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色兮宪兮，兮者叫循吏也。”赫兮喧兮者威仪也，犹匪君子终不可喧兮，道圣德至善，明之不能忘也。呜呼，前王不忘啊！啊，诗经里面讲说，呜呼，以前那个王者啊，让人就算是去世了，一个王者就算去世了啊，老百姓也无法忘记他。为什么难以忘记他呢？因为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末世不忘也。啊，此以末世不忘，到此以末世不忘也，然后就衔接此谓之之至也啊，所以此以末世之不忘啊，此谓之之至也。好，这就是整个格物致知章的解释，这就是被宋儒说已经遗失掉的东西，事实上还是完整的存在大学里面，没有遗失，啊，完整的存在这里面。那么朱熹把它抽出来，而且还注下面下一个注解，上面讲说旧本原在什么地方，原错编在什么地方。事实上他没有错，是朱熹他错了，旧本没错啊，旧本是对的，就放在那里，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啊，此谓资本，而且最后还有此谓自知至也，这就是格物致知之道啊，所谓的已经遗失掉的格物致知章啊，我们把它找出来了。关于祖师禅的传承啊，六祖慧能之后，第七代祖师兵分两路，在家出家之说啊，是源自于六祖慧能在这个入灭之前呢、啊，副祖品中所说的，他是明白的交代他的弟子啊，我入灭之后70年，有二菩萨从东方来。一出家一在家，同时兴化建立无中，地气伽蓝昌隆法师。那么所谓的出家菩萨就是马祖道一，而在家菩萨呢就是白祖玉禅。那我们所说的白玉禅呢，乃是这个音同字不同，此禅非彼禅。那么至于白祖的说法呢，也不是说一贯道自己杜撰的，在祖师禅的传承，在传灯录、子曰录等等啊，都有见到关于白祖的这种隐晦的传说。因为当时在家传法，尤其有唐武宗灭佛之难呢、啊，所以非常的隐晦，唯恐遭受到抄家灭族的政治迫害。所以在禅宗呢，只要是在传承之内的大德门呢、啊，禅师大德门都知道有所谓的清源白家之说，也就是六祖慧能有两位最得意的弟子，一位是南岳怀让禅师啊，他的再传弟子就是马祖道一，另外一位就是清源山的行思禅师，他的再传弟子呢最有名的就是石头禅师。但是呢，传了两三代之后呢，就出现所谓的清源白家之说。那事实上，行思禅师也不姓白，石头禅师也不姓白，为何会有清源白家之说？这也成为所谓的禅宗公案。清源行思禅师最有名的再传弟子石头和尚这个法脉啊，最后开展出朝洞宗一脉，而朝洞宗的开山祖师。朝山本吉禅师他曾经说过的清源白家酒
三展痴雀，犹道未沾唇，也成为传颂已久的禅宗公案。清源白家酒叫波德酒，清源白家酒一次呢传三盏三杯酒，我们传三宝啊，叫三盏痴雀，三盏痴雀犹到未沾唇呐、啊，像我们道亲一样，传了三宝，觉得什么没得到，一无所得，没有感觉，三盏痴雀犹到未沾唇，啊、所以以我们祖师的传承呢，所以白马二祖，马祖确定是马道一，而白祖呢，就是所谓的清源白家而已，所以白家何人呢？因为刚好碰到唐武宗的毁佛之难呢、啊，所以说，就避讳他的名字。那后来有所谓的白玉蟾之说啊、这也是不可考据，但是呢，绝非宋朝道家名师啊，白玉蟾啊、这个是音同字不同。那么至于说祖师的传承啊，从来都不可考据。像达摩祖师所说的西天二十八代祖师，可以考据的是少数。然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过去七佛法脉的传承，那更是动辄每一尊佛和下一尊佛之间间隔有千年万年之久。所以祖师传承呢，全凭圣言量，没办法证实的，只有说圣人所说，我们信受奉行。所以我们所说的六祖慧能之后的十八祖的传承啊，也是我们根据的是圣言量。就像六祖慧能所说的西天二十八代是根据圣言量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过去七佛也是根据圣言量，是没办法做历史考证的。甚至我们中国的孔子他所说的他的传承来自于周公，那也是梦见而已。孔子和周公相隔四百年之久，没办法证实，没办法考证的。好，当天办完到了，晚上大家也疲惫了，早早的大概十点就去睡觉了。哎，我一躺下去啊，躺下去开始做梦，这梦很有意思。我梦醒的时候才十二点多，就没有再睡了。相信任何人做了这个梦都睡不着了。我梦见呢、啊，我去参加一个大型的，一贯道世界总会举办的一个大型的这个法会。道学演讲，那当然很多堂课啊，我只是负责讲其中一堂课，那堂课只有一个小时，只有一个小时，而且我讲课的时间只有40分钟。那前20分钟做什么呢？讲师生平介绍，竟然有这个，生平介绍还介绍20分钟，我也很好奇啊，介绍我要怎么介绍法？我就先坐在台下，看看这个讲师生平介绍到底介绍些什么。结果这个讲师生平介绍不是有人出来介绍，也不是书面介绍，是影片，播放这个讲师生平的影片。结果呢，我看到这个影片放出来啊，哎，是前世的影片，不是这辈子的影片啊。前世什么影片呢？叫顶劫的影片，关考顶劫的影片，就是关考嘛，大关考啊，在大陆上，然后顶劫。我是怎么被处决的？不是枪毙，也不是斩首啊，是拿一把很利的刀子啊，还不是从这里割，从后脑袋开始慢慢给你割，慢慢割下来，在那边慢慢刮刮刮刮。我还记得那个表情，哎，那个脑袋就是我的脑袋，我还认识他，啊、上辈子也是长这个样子。我那表情就是这样，手旋，有点皱眉，啊，手还随着他很配合的动，好像足底按摩一样，有点痛，不是很痛，就真的割下来了，脑袋割下来了。割下来以后还准备了一个木盒，里面装满了石灰，因为这样不会坏掉嘛，要塞到这个木盒里面去，要拿去什么？拿去黑家道亲的顽劣分子啊，死不认错的，忏悔从宽嘛，抗拒从严。就这个脑袋要塞进去，割下来脑袋要塞进去的时候啊，突然间啊，眼睛啪张开来了，而且一直动，压不进去。
眼睛睁开来了，然后呢一直在动，不肯进去，啊，还是硬压。这时候突然间，这个眼睛越睁越大，啪，爆了！哇，旁边那个压头的那些人就闪了。但我在台下看影片呐，纪录片啊，那是个纪录片哦，非常的清楚。眼睛爆了以后呢，喷出来的不是血，是整片的金光洒出来。整片的金光洒出来以后呢，这时候哎，上天很慈悲啊，就把这两大团的金光啊，用佛力收起来，收起来变成两小团。两小团的圆光啊，又塞回那个头颅的眼睛里面去，不然的话我这辈子可能瞎眼了，他就塞回去了。塞回去以后，他安静下来了，后来就装到木盒里。那下一幕场景呢，就是那个头已经传送到道亲还有我的家人的前面，然后这个头被拿出来，然后就在这个人头的面前的凌虐，家人受尽凌虐，啊，那凌虐的过程你就不要讲，我现在都不愿意去多想啊，凌虐。凌虐，受住各种的凌虐。后来我就醒过来了，醒过来想，哎呀，心里想说，怎么会做这种梦呢？还有我想到说，修道人应该是有福报的，为什么会下场这么凄惨呢？而且现在回想起来，道场中好多好多前辈都是顶劫的，对不对？杀头枪毙，告老还乡嘛，都是顶劫的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啊，可是，在梦中看这种顶劫啦、受考也不觉得痛苦，啊，也不觉得痛苦，只是有一种悲愤之情而已。修得不够好，还会有悲愤之情，啊，应该有悲悯之情，而不是悲愤之情。但是在旁观，在梦中旁观的时候倒是很平静。这醒过来在想这个道理，后来就我从来没有为这个做梦卜卦的，我就卜卦说，这个在这种半道开荒情况之下。上天显示这个梦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启示呢？结果就得这个匹卦。匹卦是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嘛。那匹卦动低根爻，拔毛如以其会，志在君也。就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就知道了。就是呢，你必须要有很惨烈的牺牲啊，才可以感动人心，才可以让众生能够立志发心，惨烈的牺牲来换取众生啊微薄的奉献。我就写了一首诗啊，来纪念今天这个梦，纪念这个开荒半道竟然辛辛苦苦跑到加拿大，第一个晚上给你做这种可怕的梦。希望讲的是前世，不是预言啊，预言就惨了。不过真的发生也是与有容焉啊。昨夜忽饮济川水，往事不堪立如新，头断亲乳所谓何，碧血浇灌茅塞心啊！昨夜忽饮济川水，神话里面有一条河叫做济川，你喝了它的水，你就会想起前世的种种，忘记了一切啊！所以往事不堪啊，立如新，历历在目，好像刚发生一样啊，刚拍好的电影。头断亲乳所谓何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碧血浇灌茅塞心，这个茅塞是有典故的啦。啊，这个孟子啊，啊责备他的弟子啊，责备他的学生说：“茅塞汝之心呐、啊，说你的心路啊，好像茅草，七情六欲像茅草一样，啊，长满了这条路，啊，心路不明啊，心路不通啊，这条无为大道不通啊，就长满了茅草，啊，塞住了你的心，啊，所以要感动啊，要感动这些众生的心啊。所以从这次去办道啊。”我觉悟到一个真理，我们一般人修道目的在哪里？消灾祈福，消灾祈福不是王道。第二个目的是什么？修身养性，修身养性也不是王道。甚至我常常在提倡的三宝修持也不是王道。什么是王道？牺牲奉献才是王道，牺牲奉献才是王道。道就是牺牲奉献出来，自古以来像哪一个圣人不牺牲奉献？牺牲奉献才是王道。